今天小编将给大家介绍清朝最后一位大内高手的故事。此人的影视形象出现在电影《一代宗师》里，他就是宫保田，1870年生，胶东汝山市马石店镇青山村人，自幼喜好武术，最先师承八卦掌宗师董海川弟子尹福，后董海川觉得天资难得，遂以亲授武功，他将传统八卦拳进行升华。27岁时，宫保田被光绪皇帝召入皇宫，他先后担任过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近身侍卫，清廷最后一任大内侍卫总管，加封四品带刀侍卫。虽然宫保田一直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信任，但是他却对清廷的腐朽很痛恨，结果辞官回到老家。1922年，奉系军阀张作霖派一名道士来请宫保田出山，当时宫保田考虑到军阀混战在家，可能也难得到安定的生活，最后他带着两名徒弟去见了张作霖。当张作霖第一眼看到宫保田时，发现此人身材矮小，心中对其功夫质疑，于是决定试试他的功夫。在众人的围观下，宫保田和张作霖相距十米站定，张作霖连开两枪都没有能打中宫保田。就在张作霖准备开第三枪时，围观人群中突然有人大喊，宫保田在大帅后面。张作霖还没回过头来，宫保田已经一手捂住张作霖的眼睛，一手握住其持枪的手。张作霖随即宣布，宫保田担任东三省武术裁判总长、东三省巡阅使、奉军总教练兼大帅贴身保镖。事实上，宫保田最大的任务就是保证张作霖的人身安全。一次，宫保田陪着张作霖去日本人那里赴宴，就在张作霖要落座时，宫保田一把将他推开，并顺势用脚踢了椅子，突然一把锋利的短刀从椅子下面射到天花板上。黄姑屯事变时，张作霖安排宫保田在北平保护张学良，结果自己却被日本人炸死。可以说没有宫保田，张作霖很可能活不到1928年。